比较窄，从这个枝条方面来分，这个产品的这个枝条，它比较密，这个枝条吧也比较细软。你像这个茶花的这个枝条呢，它都比较稀疏，这个枝条也这个比较粗壮。从这个花蕾方面来分，茶花的这个花蕾吧比较大，这个产品的花蕾也比较小，这个花期方面，这个一般都是7月份上这个花蕾吧。 这个茶梅的花蕾也比较小，这个花期方面，这个一般都是7月份上这个花蕾吧。这个茶梅开的比较多，一般这个国庆节前后它就能开花。这个茶花呢，它开的比较慢点。当年我栽培吧是这个用的，用这个家家了的这个碟是一个灌木家家了的，它是一个老房子，它这个开的比较快的，这个家家了，不家家这个品种吧，现在这个花蕾也都是黑这个。当然这个茶花和这个茶梅啊，它这个养殖方法基本相同，但是呢这个茶梅吧稍微的夏天你都是在这个阳光底下晒晒吧，它倒不好呢。 这个茶花你可不能过于黑晒，过于黑晒了，它这个很容易出现这个叶子这个干瓣的现象。你这个管理方面呢，浇肥了、施肥了，包括这个光照方面，基本大致相同。养殖起来吧，也没有什么这个多大的区别。冬天这吧，这个冬季你要把这个茶花和茶梅管理好，想让它这个开的花这么鲜艳，关键都是掌握这个温度。这个季节的温度啊，你必须得保持在这个10度以上。你要低于10度，它这个花蕾吧开的也慢。 这个浇肥呢，你尽量的都是间干见湿的浇，不是说很干了再浇。你这个盆土一般这个半生状态，你就开始浇肥。关于这个茶花和茶梅的这个区分，我就给大家介绍这些。喜欢的给我点赞一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